尖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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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验之路。有七个新对手来了。我看到尖角蜥，我拿尖角蜥。人生就是这样。我看到尖角蜥，我拿尖角蜥。不是最强的，但是全力出击。一个尖角蜥想打赢两个尖角蜥，想都没有。我甩，三个死神，我兵。要怎么样刚？要怎么样会输啊？好不合理哦。哦，他先攻会平，有机会平手。你还真行。有人跟我一样在一等耍憨的吗？有哎，戴瑞，戴瑞你怎么也在一等耍憨？我乜都唔惊，退咗老鼠。97%输掉。干，有点憨。他敲这两只都还可以。你回来了，最近尖角蜥的考验之路。感觉真的蛮考验的。也要升级吗？他完全是来惩罚尖角蜥使用者，他连续惩罚两个尖角蜥使用者，感觉大家都是尖角蜥使用者。尖角蜥人人爱，你今天尖角蜥了吗？沈丽仪险胜。哦，他应该还在养蜥蜴吧？他完全直接一等开卡，戴瑞应该是最适合的，因为。他跟小猫很搭，他跟 token 类都很搭。我乜都唔惊，除咗老鼠。向红萝卜指引你。哦。我爷要揍我的老鼠，我太悲观了吗？胜利，开心。寻星者跟战力也差太多了。哦、我们下回会升四星啊，所以至少可以保证有一个四星。这也是尖角蜥人人爱、欸，大家都超爱尖角蜥的、欸。
我们把他老鼠揍掉了，开心。他也揍我们老鼠，老鼠人人揍。赞！哇，那个喷的很好哎，这样就赢了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我的盾为阿普斯而举。呀，这样子会输啊！哇，这样输了，至少把三星打掉。大约还在一星，他跳下去了。所以他刚有三个野兽，现在还是三个野兽。他鬼族合起来了，他在暴打其他人呢、欸。他大概在玩飞刀了啦，他大概在玩飞刀了，四个恶魔。安安，好像有点顺利。安安。你还真行啊！打他几乎一定会输，啊，他靠爆了两个鱼人在这边。啊！忘了。嗯，搞完全没有在用他能力，我到底在干嘛？有人。没有飞刀其实好像还好，哦，所以他应该点金这一张啊，他应该点金这一张。哇哦，我们把五打掉了，好赚哦！哇，这样子超赚，这样超赚。这样很好，他那一只太大了。
会消灭你的。我还可以偷这张。所以这样应该是卖他吧，或是卖炸弹。赞赞，我见识我真正的终焉之客。行。犹豫太久了，爸爸爸爸爸爸爸拜QQ 完全没识破耶、欸、好扯哦，彤彤小叔，有一会拜呗，对吧？你回来了，那家有点难打、啊。那家有点难打。可以的话，最好的。我认可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全部都有盾呢。这什么鬼？好像是赢了吗？胜利。五星卡，五星卡。等下，他call翻另一个人呢、欸？Fearless.
还是蛮想要灯笼鱼的。我靠！30几%会死。哇！完全被卡住了。等等，好像。哇！哇！赢了！哇，他剩一滴！表现不错呀！等下他还活着？我是做梦吗？为什么刚刚我记得他死了？啊，不是啊，我要怎么打赢他？先手吗？这是哪来的三合一啊？这三合一可以抓吗？抓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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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吧。反正三合一超级喜欢呢、欸。等下不对啊，这样我也没有办法上毒。还真的来了，蛇或鱼，蛇或鱼，鱼或蛇，蛇或鱼。但他还是有这个哦，我先攻，这应该摆前面一点哦，这样应该，等下，其实低几率死亡哦，好憨哦，是吗？真的假的啊？你是不是在唬我啊？五五，哇，这样子这个。频率被打掉，套句五口会说的话。哇，竟然没有死哎、欸，好扯哦！竟然活了，感谢他。我要赌吗？把炸弹卖掉。先攻，先攻，先攻，先。69%。干，各种开赛比不解释，蛇撞蛇。哦，等一下那什么东东，好瞎哦！到底在干嘛？到底在干嘛？这样赢赢了，吃鸡哦！哇西哇西哇西，赞赞、嗯！
呵呵呵。